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中风三十细念法事大义。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再借这个佛期这么殊胜的因缘，再一次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习讲介绍。中风果师一生啊，对我们特别修净土的、修这个念佛法门最大的贡献啊，就是有这一本三十细念的法事来给我们，字字句句啊，利益都不可思议的。只要依教他老人家的教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从这个三十七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风果师啊，他的慈悲。在禅宗啊，禅宗的教学方法呢，他只讲一遍，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你听不清楚，他不再讲了。但是在这个中风果师啊，他是不一样哦。你去看里面的内容，你就明白了，一遍的一遍的重复啊，都在提醒我们赶快去觉悟，快快觉悟。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跟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融入一体。所以在这个三十细念，从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一直在重复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了解，中风果是确实真的很慈悲。所以我们明天、要做三十七年了，要做三天呢，很长哎。以我的能力只能两天，不能三天。这一次啊，特别例外，没关系。以后等悟行法师过来了，才举办三天。所以呢，这个三十细念的里面的内容啊，不仅仅我们人啊，人道啊很喜欢，连鬼神也是很喜欢。所以经文一开端呢、就告诉我们名扬两利啊，
所以我这几天呢做这个三十系列呢、跟大家细讲哦，说实在的，我的收获很多哎，没想到哎，真的哎，特别是对这个念佛，中风国师的里面的内容讲得非常的清楚，经过学习嘛，而我跟大家来分享是选择一些精华的主要性的给大家分享，如果你要仔细的内容所讲的很精彩的，在我们佛教里面大藏经有一部叫做万字，那一部大藏经里面有两本，一本是专门来我们来做超度的，就是现在我们明天要做的，还有另外一本就是三十系念仪轨，那里面的内容讲得非常的精彩了，如果大家有空啊，可以去参考啊，里面的内容讲得非常的精华，所以我这几天呢、说实在的收获很大啊，经过学习嘛，你要为大家来洗讲，你首先要来学习啊，明白哎，没想到这句名号真的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很多啊，我们前几天就讲过了，你这一生想要觉悟，你不靠经教是不行的，是真的，你不靠经教我们容易走迷了，走错了，所以经教很重要，要多听经，但是现在的人没有耐心了、坐下来十分钟还好，十五分钟还好，二十分钟开始了，开始什么呢？胡思乱想了、心不在焉了，人在这个地方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啊，二十分钟开始了，慢慢啊，那个很不耐心的，所以经啊听不出来它的味道，它的法味，那又怪谁呢？哦，所以你不相信，你请一个人坐在里面听师父在这边讲经，也不一定哎。我宁愿在外面坐着聊天。聊天呢，这是非人我对他来讲比听经更快乐。所以啊，说实在的，昨天有人一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有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众生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解脱，能够离苦得乐。但是我写了好多年，为什么我那个学佛的境界啊提不起来呢？那个境界不能提高呢？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在学习当中，念佛当中，很多事情哦，有时候念到一半不念了，学了一半就不学了。那如果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学佛，你要提高你的境界，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什么？你要提高你的境界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人不如意事的，古人常讲，十有八九嘛。我们在这个人生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称心如意的，让我们很讨厌的，不欢喜的，不高兴的太多了，太多了，让你那个心很烦恼，在这个境界当中你没办法经得起考验，那我们要提高你这个境界，那要靠什么呢？起码你将来临终的时候
你的障碍就不多了。就算有障碍，你不会被这个障碍而受干扰。你要慢慢去锻炼。所以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要提高你自己的境界，在修学当中，无论你在念佛修什么样的法门，念咒也好，读经也罢，拜佛也好，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佛法当中，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什么？你要靠什么来维持，让你那个境界啊，念佛能够慢慢的提高？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不如以前呢、我们现在这个根性真的不如以前，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的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外面的诱惑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内心的烦恼，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忍辱啊，你要靠忍辱。你没有忍辱的基础上，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法门，无论你怎么念佛，你到最后啊，很难成就。忍辱很重要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金刚经》，整个《金刚经》里面的内容，他有很多几句话为我们说明，其中一句，一切法得以忍。你没有忍辱的境界的基础上，你在这个修学当中，你容易被倒了，容易投降了，甚至于有时候随着自己的烦恼，随着自己的习气去造业。所以忍辱很重要。今天有人一个比如说莫名其妙突然间来骂你，你怎么样去反应呢？像师父前几年常常遇到有一个人常常来干扰我，当做什么？当做他是我的老师。老师什么？来磨练我这个性格，磨练我的耐心，让我这个境界的学佛的境界能够慢慢的提高。如果连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能忍了，那以后遇到大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以后我们临终的时候，突然间冤亲债主找上门了，经不起考验，随着自己的这种的业力，那念佛这一生就完了。所以修行真的，只要你认真来修，对我们来讲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如果你不懂得修，怎么修都是烦恼的，都是造业的。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把它当作什么？它是我们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逆境也好，顺境也罢，你要真的去忍。当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那个心能够忍辱，不起贪念；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那个心不也能够忍辱，不起嗔恨。我们要慢慢的锻炼，慢慢的练习，把一切众生当作什么？当作是我们的老师。什么样的境界当中，无论狂风大浪，你都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在这个生活里面跟我们混在一起，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他都能够经得起考验，他的忍辱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因为他的忍辱所发的是真心的发心的，他那个忍他真的发出来的。我们的忍辱啊，所发出来的不是真心的，所以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容易被考倒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不能怪别人，
只怪自己。所以啊，昨天这个居士啊，我就跟他讲啊，确实真的，以我的经验来讲，你没有那个忍辱，你要修行真的很难呢。真的哎，念佛容易懈怠，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诱惑太大了，你没有那个忍辱真的好难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以前如果没有靠忍辱呢，他怎么能够很快的把这个时间成佛的时间呢、幅度啊缩减呢？很快就成佛了，本来是排第五尊的，第四尊的是弥勒菩萨，但是一考验考过了，把这个本来第五尊提高了，变成第四尊了。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在这个五浊恶世哎，能够示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靠的是什么？忍辱啊。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哦、记得就算有人怎么样来伤害我们批评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当作他在来考验来磨练，因为我将来我要离苦得乐，我将来要超越六道轮回，我将来要得生净土，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这一些的考验对我来讲都是我的老师，提高我自己的境界。你要这样的想，学佛才能够得到利益，不然的话你怎么诵经怎么念佛，考验一来你就没办法接受，一发脾气全部都完了，又再从头开始，又遇到境界又再发脾气又完了，又从头开始，你不累吗？你不累吗？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不如意的事情，当做什么？当做修行。哦，先生骂的，骂得好。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求诸己。今天有人在我们在这个面前来批评我们，来说我们，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己可能做不好了。如果没有做得好，就算我们做得好没关系，可能就是我们的业力。但是几乎啊，很多事情啊，不是在外头，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从我自己经验来给大家分享。所以你要找到你那个美满的快乐，你到外面去找不到的，一定要从你自己本身内容去化解。只有自己化解了，别人才能够化解，自己化解不了，你要跟别人相处有可能吗？特别现代这个时代，看到人就喜欢讨厌，看到人就喜欢讲是非，看到人就喜欢批评，在这个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样的。你想一想，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出现而真正修行，将来成佛了，你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为什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经文一开端就称赞释迦牟尼佛什么？能以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你要不要写释迦牟尼佛？要不要？真的啊，你讲出来了，不能骗师父哎，骗师父，师父能够知道哎，等一下回到去那里，遇到境界，考不起，考验又来了，没关系，慢慢考。这个学佛啊，不是一天两天的，只要我们能够慢慢的累积，好好去锻炼，
你看那个海贤老和尚，有一天呢、被一个送那个文件的，讲了几句话，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哦，不高兴，马上一巴掌，啪，打下去，打那个三宝，我从来没有被人家打了，被人家骂有了，但是没有被人家打了，没有了。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个海贤老和尚一巴掌，啪！旁边的人呢、忍不住啊，好生气呀、又跟他辩论，又跟他吵架。老和尚啊，一句话：好了好了，不用了，不要跟人家计较。可能是我不对，甚至于可能我的这个脸哦，可能有一点问题、没关系，打得好。没事了，真的。所以修行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成就的。所以为什么昨天给大家分享中峰果师在这个三十七念，常常在这个三十七念劝导我们，劝导我们什么呢？你要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把它养成习惯，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变成你自己的生活，养成你那种的习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在一切处一切时啊，随时随地你能够提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要重复的去念，一遍的一遍的去念。中峰果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明确的啊，你不能念得太少，你要念多，把它念熟，把它念那种勤恳的去念。所以古人讲得好啊，是什么呢？生处转身啊，熟处转身啊，要把它念熟。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你看我们的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善导大师每一次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口中出一道光明。少康大师每一次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他的口中都出什么？一尊的化佛。他也不是一天两天成就的，他也是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锻炼，重复的一遍的一遍的去念，时间到了他就成功了吗？所以我们很多这些净土圣贤录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欲知实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靠的是什么？就是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练成习惯了啊，练成习惯了，时间到了，自自然然就清净了，你的境界就提高了。起码呢，时间到了，你的功夫最低的就是念佛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成片的意思，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了，你这个烦恼起不了作用了。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这个烦恼不会来干扰，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你不会被迷惑了，而且在这个境界当中，你生死已经自在了，你想要多留就多留，你想要早天离开都能够有这个能力，随着自己的欲望。这个就是什么呢？从慢慢的锻炼出来的。你要把这句名号跟你的生活融入一体，你要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跟你的生活变成一体了，那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感应就不可思议了。我们要这样的锻炼，要多念，一天念阿弥陀佛至少一万声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剩下的
所以呢，你要怪谁啊？老师怎么教我们做，我们都不听话。以后念佛不得力，又怪老师，怪佛菩萨，那没办法呀。所以这个念佛啊，很多人啊，常常讲啊，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很多人说，我也念，他也念，那为什么他能够得到感应？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感应？他也念，我也念，为什么他能够念得法喜？为什么我念佛不能念得法喜？为什么他能够念得得清净心？为什么我不能得清净心？为什么他这个人念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今天念佛往生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不能得感应？功德为什么有区别这么大？为什么善导大师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口中都出一道光明，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喊破罗红，连一道光明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看以前啊，以前那个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你知道吧？是我们净土宗第几代的祖师？第几代啊？第十三代。印光大师啊，他有一个很特别，他有一个特别什么呢？他念大悲咒啊，那个水啊，好灵哎，很灵哦，真的很灵。印光大师的功课，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至少50遍哎，念大悲咒哎，所以他的那个大悲咒那个水啊，很灵。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呢，那个很多人生病哦，小毛小病哦，都去找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没有别的，持大悲咒，把那个水啊给他喝，很多就念，一喝下去啊就好了。印光大师，我以前刚刚出家，我有看过，我们的邻居，我住的那个我师父的道场，那个邻居啊，他的生活啊，这个人是有钱人，那个房子好大，像皇宫一样，好多钱。他生病，常常看医生，那个病常常不好，这个病那个病，所以啊，有一天呢、啊，他到这个我们的师父道场隔壁而已啊，去求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师兄。我的师兄哦，所以我的师兄啊，在这个大殿里面呢、啊、求，他来求嘛，我这个师兄啊念这个大悲咒，念了21遍，然后给他喝，然后呢回去之前呢、啊、劝导他，你要天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你要相信他。只要你相信，你就有救。所以啊，他呢就把这个大杯水拿回去，然后呢每一天晚上之前睡觉之前能念这个名号，病了自自然就好了。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印光大师啊，念那个大悲咒啊，那个很灵啊，灵得不得了啊。我们今天呢，不要说50遍，念了100遍，不但没有灵，喝了这一杯水可能会拉肚子。哦，不但没有灵感，又可能会拉肚子。很多哎，你不相信啊？很多到一个寺庙，很多人啊，反正啊，事情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才想起三宝。当他发财的时候，把阿弥陀佛三宝放在一边了。哦，所以啊，印光大师这样的念，他为什么念的咒这么感应啊？为什么我们念的咒为什么不感应呢？是不是这个咒已经不灵了？不是啊，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偏心呢、啊？
他是一个出家人，我对出家人好，你是个居士，我对居士好。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心态吗？没有，不是的。印光大师为什么今天念的这个咒这么灵，是因为他的那个心跟这个咒已经相应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很多生病哦，有大小病很多哦，靠什么呢？靠持咒来维持治他的病，治好的心咒嘛，很多哦。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所以这个咒语啊，只要你那个心跟这个咒相应了，投入了，感应不可思议的。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你今天那个心，这个心已经跟阿弥陀佛投入了，融入一体了。当你念这些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整个境界就显在你的面前了。所以有人会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有人会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七清二楚的，没有一隔两层的，都是在你的眼前。为什么会这样？心已经投入了。像我们念佛也是这样，有这种经验。当你那个心已经投入到阿弥陀佛那个境界上，整个时间空间都没有了。有时候我们会入到这种的境界，整个所有的一切的万法里面，你已经没有这个隔离了，非常的法喜。所以为什么《无量寿经》啊，把这个念佛的境界，你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啊，用落尽比丘来比喻，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法喜，那个快乐，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们有时会投入这种的境界，但是没有那很明显，但是我们已经入那的境界了，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跟阿弥陀佛已经相入了。所以今天我们念佛也如此，念咒也如此，诵经也不例外。所以很多人都在执着，到底我是念佛好还是念咒好，诵经好还是念佛好，那个不是关键，那个不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因为佛所讲的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经也是一样，咒也是一样，佛也是一样，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听懂吗？听懂吧？听得懂吗？我看你们眼睛一直看着我，师父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哎。你不要害我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哈、啊，花这么多的力气，你还听不懂一句？哎呀，回到家里吧，好好念佛就算了啦。好像以前呢、啊，有一位老人家，每一次在听经的时候，坐在后面，坐在那个椅子，好舒服，一坐。刚刚师父开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入定了。所以听经哦，不要太好命，除非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师父呢，每次在听经啊，没有坐在那个椅子，坐在哪里？坐在地下的，把那个 iPad 放在你的面前，然后呢放在哪里？前面都是我的佛像，佛在那边，你敢打瞌睡吗？就是这样的念佛听经啊。哎，老人家，哎入定了，入定之后呢，哎起来了，结束了吗？大家鼓掌了吗？啊，感谢师父啊，慈悲开始啊、哦、啊，起来了。起来问他，你有没有听到师父讲话呀？他说有啊呀，师父哪一句话呀？听说师父的胃不好呀。啊，完了啦，这下完了啦。哇，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好好睡。
只要你能够念佛就好了。念累了你继续睡，睡醒了继续念阿弥陀佛，很好了。一句话听进听不懂没关系，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听得懂，那个才是关键。所以现在的人哦，要教化人哦，真的好难呐、真的哎。说实在的，现在哦，你叫他来听经哦，不一定他来听经，但是如果有做法会哦，一窝蜂就跑过来了。但是叫他坐下来好好听经，没有那个耐心。所以现在的人呐、为什么根性不如一代啊？为什么现在的念佛的人、修行的人成就为什么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没有那个耐心，没办法。所以从这个地方，无论你怎么念，你不要去管。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啊，讲一句老实话了，只要我们那个心真的是真诚心来念了，无论你今天是念什么样的咒语，无论你今天念什么样的佛号，无论今天你读什么样的经，全部都是最好的，不要去分别。真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啊，这个讲故事啊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经当中会加入几个故事啊，来给大家一种参考。我有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公案，他说啊，有一位老人家79岁，他呢喜欢在这个山上，在这个山洞里面呢做什么呢？念咒。念什么咒呢？都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是什么啊？像师父以前也常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这样，跟我们六字一样，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是用这个六字大明咒修行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感应不可思议的。那这位老菩萨呢，他念得很沉呢，他念念一念，念念几年了，大概一年多了，没想到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啊会放光，整个洞啊会放光。那有一天呢，有一法师走过了，他看到这个洞啊山上有放光，很好奇就跑上去了。跑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里面有一位老人家在念咒，但是他很奇怪，为什么他念的咒语跟我念的咒语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这个老人家呀，他是念什么咒语呢？他讲念 Om Mani Padme Hum。 他不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哦，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把这个牛娘念出来了，很牛啊，知道吗？动物嘛，牛啊。人家是念 Om Mani Padme Hum，还把人家念到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法师很奇怪，这个老人家怎么念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明明是 Om Mani Padme Hum 啊，就跑进去了，就跟那个老人家讲，老人家你念错了，念对的是 Om Mani Padme Hum， 你怎么念 Om Mani Padme Hum 呢？这下惨了，这句话干扰他的清净心了。这位老人家啊，已经一年多都念 Om Mani Padme Hum牛了，你突然间跟他讲 Om Mani Padme Hum， 心整个心就乱了，一边念咒一边心乱，越念心越散乱了。念牛对还是念 Hum 对，在那边一直在挣扎，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心散乱了。那这个法师讲完之后呢，就出来了，出来要下山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山洞为什么没有放光了？光没有了。所以这个法师啊，赶紧啊，又上山了。他说：“这下惨了，我错了。”赶快又进去告诉这个老人家：“
他说：“老人家，对不起，我多嘴。你的念 Om Mani Padme Hum 才对，我的 Om Mani Padme Hum 是不对的。”当这个老菩萨呢听到这句话呢，整个心就放下了。当他心定下来的时候，又回复的正常。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没想到一出来，哎，这个山洞又放光了。所以啊，这个法师啊，在这个地方啊，开悟了，忽然间大悟了。他说什么呢？佛所讲的咒语，这个心咒，就算我们不是故意的哦，念错这个咒语啊，但是你那个心已经念到尘了，你那个心已经跟这个咒语已经相入了，跟这一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已经相入了，那个功德感应就不可思议了。就算我们念错了，诚则灵嘛，所以不要去计较，不要去分别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次啊，我在这个道场啊，无论在很多地方哦，有人说师父念阿弥陀佛好还是念阿弥陀佛好，来了一个越南的师父，我念阿弥陀佛好还是阿弥陀佛好，在那边很挣扎，在那边挣扎，我已经习惯念阿弥陀佛，突然间有人跟我说你要念阿弥陀佛，你逼着他念这个阿弥陀佛，他已经习惯了，突然间你逼着他，你要跟大众一体一样，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你怎么能够念阿弥陀佛呢？在那边分别，你害人家，人家都已经习惯了，你突然间也把人家改口，哎，念佛也不心静，要尊重，不要去分别。你看我师父在洛杉矶美国做37年啊，在 Orange Country 就是越南城啊，美国洛杉矶大概开车2个钟头，好多越南人，好像整个都越南城。你看他越南城啊，这个越南的那些居士很发心，他们没有道场，他们也不想搞道场，他只是每一年哦，大家几个人发心租一个那个这个妓院啊，就是歌妓院的唱歌的那种啊，演唱会的那个，在那边呢、啊、来办37年。我们台上唱的是国语，他们全部下面唱的就是越南人，都是越南文的，但是大家一唱起来没有区别，大家很法喜，大家很开心。我上面要念国语是你的事，下面我念我的越南文也是我的事，我喜欢念的，很法喜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去分别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罢，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只要你那个心真诚的心去念，不互相干扰就好了，不要去执着哦，不然的话他已经习惯念阿弥陀佛了，他临终的时候啊，已经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他已经习惯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间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跟他助念，你逼着他又跟我念阿弥陀佛，心乱了、哦、所以不要去分别，只要你用你那个真诚心去念，感应就不可思议的。这一段里面呢，就是中峰果师在这个地方啊，来为我们说明佛号有多念，又把它念熟，不能一句两句，一句两句只是障上根，那个功德啊显出来的不是很明显的，你要多念，明白吗？听懂吗？知道吧？好，那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汁怎么讲呢？请合掌。下情为存以难施，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轩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几经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请放掌。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这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很多人在做三十七念，第一时一开端，我们就会常常念到这一段，念得很熟悉，但是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明白呢？很少。下情，下情是指是什么呢？是指我们六道的凡夫啊，叫做下情。我们这个六道的凡夫，每一分每一秒，不断的都是在外面的，是被诱惑了，被迷惑了，所以无法能够提起那个正念，称为下情。那存呢？存这个字是指什么呢？最主要的是为我们说明什么？中风果是叫我们要去思考，去猜测的意思。是思考什么呢？去猜测什么呢？让我们去明白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凭我们六道的凡夫能够去体会得到，去明白，去了解，去想通呢，是不可能的，是很难，我们无法去想通的。所以我们在弥陀经，我们谁看得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弥陀经讲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弥陀经啊，其实呢，它的经体，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经体，不是佛说阿弥陀经，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它的原本的经体是这一个。佛说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大师最后翻译经书，把整个弥陀经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这一部阿弥陀经都是在讲这句名号的功德，都在称赞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就算我们用百千大劫来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都没办法称赞之完，何况来称赞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明白之后呢，才把这个经体改成佛说阿弥陀经，那干脆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直截了当。它的经体的原本不是这一个。那这个下情为存以难施，就是说我们这个六道的凡夫没办法去了解，不要说我们，连舍利佛代表智慧第一都没办法去了解，何况我们呢？所以呢，怎么办呢？师父，不用去想，也不用去思考，老老实实去念，感应是不可思议的。真的感应是不可思议。你看那个刘树云老居士，我也是把他当作我的老师。那刘树云老居士那个比那个严重更厉害，那个病啊，医生已经判断了你的寿命不到半年呢。你准备吧，但是很老实啊，他相信了，全部交给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不求长寿，也不求健康，把这个心放在阿弥陀佛那边。你想，现在到现在了，已经几年了，感应不可思议啊！你看前几年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韩中英。韩中英的他的肾两个都已经烂掉了，但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他相信真诚的去听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想到感应不可思议，长出什么？长出新的肾来，事实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但是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教我们的什么？去思考，去猜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下面中风果是叫做什么？南师。南师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指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一句名号为什么这么厉害，怎么想都想都不明白，也想也想不通，也不容易去明白。说实在的，我今天在这个上面给大家这几天讲了一大天大半天哦，我自己啊也真正能够明白也讲不清楚啊。你想一想这句名号你怎么能够想象的呢？无法去想象的，但是我们老老实实去念就好了。真的，像师父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美国的影片叫做超人，英文叫做什么 Superman， 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哎呀，承认嘛，这个师父以前有看过啊，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电影。我们啊，很多这个老小朋友呢，在那边搞不懂，搞不懂通啊，他为什么会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飞？搞来搞去为什么这样？甚至有几个朋友呢，是做试验，傻孩子就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住在我的乡下，我住的地方啊是一个小岛，都是在海边长大的，都是以捕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海水啊对我们来讲啊就好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无论大浪小浪对我们来讲啊都不怕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嘛，每一天都是在海边游泳的，就是这样的。那有一天呢，搞一大半天搞不懂，然后你看到这个 Superman 哦，这个超人哦，他后面不是绑了一块布吗？可能这个绑这块布哦，我们就能够飞起来了。然后呢，每一个人哦，绑了这块布，一绑起来，然后跑到哪里去？跑到那个海边的那个船呢、啊，就最高的船，要跑到最高的。然后呢，好多人呢、啊，从这个最高的船呢、啊、跳下去。他们海边有没有飞起来？不但没有飞起来，一跳，哇，好痛啊！哇，那个真的好痛啊，痛得不得了。哦，还起来在那边搞大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飞呢？为什么他会飞呢？奇怪呢，搞不明白。所以我们妈妈、母亲呢、啊，骂我们呢、啊，傻孩子，这个傻孩子。哦，他讲一句话，做演员的人啊，做戏的人如果不疯狂啊，你们看戏的人会被迷吗？会被骗吗？就是这样的。后来长大才知道，哎呀，那个是个影片啊，哎呀，那为什么被骗呢？啊，所以呢，这句名号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不要去想它，原理原则好好去念，老老实实去念，一遍的一遍的去念，不要去执着，因为我们现在反复是没办法的。所以中风果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念，功德所显出来的利益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中风果是告诉我们，一念回光而一往啊。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虽然现在我们不容易明白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方法很容易，只要我们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松风果师的所有的劝导，你好好去念，老老实实的去念，用你的真心，用你那个肯发愿的心，真诚心去念，只要你把这个心跟这句阿弥陀佛像前面刚才讲的能够相应投入了，松风果师啊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啊，念念佛。什么道理呢？说老实话，这一句话讲出来，我们听了几千遍也听不懂，什么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啊所谈的这个念佛的功德，只是在经上所知道而已，就是所知道的就是非常的浅啊，非常的浅，好像懂了，但是呢只是皮毛而已啊，真的是皮毛而已啊。所以偶一大师才弥陀经要解告诉我们，唯佛以佛方能究竟，才说这句话出来啊。凭我们这个凡夫，你要去了解去体会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不可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在给我们增加的信心，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连那个等觉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没有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加持，四十八愿的加持，对这个境界也无法明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今天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师父，乖乖的念，老实的念，听话，也要这样。但是我说但是但是如果大家还是怀疑好奇，我很想了解，我很想明白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圆满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有什么样的利益，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我鼓励大家，只有一个。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呀？你要读哪一部经？你要读哪一部经啊？老和尚说你要去了解无量寿经，你能够了解吗？无量寿经所讲的我们能够明白吗？如果你明白的话，你们今天还不在这个地方，你早就走了，你还在这个地方没有。那只有一个方法，我鼓励大家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赶快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见了阿弥陀佛，你亲自问阿弥陀佛你赶快去，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念佛这个方法是阿弥陀佛亲自提供给我们的，那当然很明白了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们师父上人常讲，你要把这个无量寿经读熟了了解了，你才能够明白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到现在十几年了还是搞不懂凭什么呢？没办法呀。所以只有一个方法，赶快念阿弥陀佛，将来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一个问题，我搞了好久了搞不懂，帮你啊问我这个解答这个问题，你的名号的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阿弥陀佛一定跟你讲的所以啊只有这个方法，
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所以为什么佛在弥陀经连续的四次告诉我们应当发愿，你要赶快去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真的明白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在这个弥陀经连续的四次来告诉我们，劝导我们你要念佛，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就算我们今天不明白不了解想不通，但是中峰果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给我们保证，就算今天我们听不懂不明白关系不大，只要你肯念这些南无阿弥陀佛，你肯发心，你肯发愿，就足够了。但是中峰果师下面又告诉我们，你还是要多了解一点，因为你能够多了解一点呢，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容易相应了。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修净土法门念佛法门，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要常常去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原因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将来你念佛了，你明白了，你那个相应你就跟阿弥陀佛投入了。那今天有人问了，师父，那我今天如果没有完全全不懂呢怎么办呢？没关系，中峰果师后面告诉我们，只要你老实，你听话，你真的好好念，一遍一遍的去念，把它念熟了，重复的一起去念，你真的把它念好了，中峰果师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念佛法门殊胜之处啊，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成就的，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中峰果师啊给我们说明一件事情，今天十方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教我们念这个方法，他们有没有用另外一个方法？有没有？他不可能啊，他不可能叫我们念这一句个方法，南无阿弥陀佛的方法，然后他念用另外一个方法，没有用。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怎么讲清楚呢？明天再跟大家来说明。今天呢、简单呢、给大家来说明这个三十七念，刚才前面所讲的下情为存以难施，希望大家好好念，就算我们听不明白听不懂，只要大家老实听话一遍的一遍的去听去念用你的那个心有耐心有清净心真诚心，你好好去念，就算很多妄念没关系，不用理他只要你回复到那个名号为中心，慢慢的你的妄念会越来越少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呢跟大家学习这个讲经这个三十七念所得到的。说实在的，当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妄念就少了，妄念少了，念佛就很法喜的，法喜身体就是健康的，所以你要身体健康，心健康，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希望大家，我们明天又做三十七念了，我们用个真诚心来办这个法会，来举办这个法会，希望我们一起来回向，来回向给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大灾化小，小灾化无，也希望我们的过往的父母，我们的累劫阴亲债主，在这个三十七念当中蒙阿弥陀佛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也能够跟他们同生极乐国，那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白来了，真的不白来了，无量劫以来我们不会再流浪了，因为这个流浪生死太苦了，所以大家好好听话，
该慷慨的慷慨，该放下的放下，尽心尽力。因为这个世间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的，不要去想太多、哦、我们可以欣赏，但是不能霸占，也不能控制，也不能占有，因为所占的那就是苦的、哦、祝大家年年如意，岁岁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今天的赞叹，今天的支持，谢谢阿弥陀佛。